前阵子呢，我有说我想要把我房间整理干净。那我们终于在一个礼拜之内的时间。那前阵子呢，我有说我想要把我房间整理干净。那我们就前阵子呢，我有说我想要把我的房间整理干净，让它看起来更整齐吗？然后前阵子我有说我想要整理我的房间，让我的房间看起来更干净。那我们终于完成了，然后我们也立好我的器材单了。然后我们真的是超级多、超多摄影器材，多到一个爆炸的状态。那